还是不能看清他的脸吗？只能看到一些模糊的片段，但是那个人的脸还是看不清。像你这种是属于创伤导致的失忆，一般半年后就会恢复，但实际情况是因人而异的。还好只是失去一部分记忆，没有影响正常生活。那我通过这次评估之后，可以继续回这一上班了吗？我会把你的情况反馈给人力那边，我个人建议你再多休息一阵，毕竟那场车祸过去才半年。那场车祸夺走了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光，但不管怎么样也得努力地往前走吧。老大，你醒了。对了，你的脏衣服我全部都帮你丢洗衣机了。等一下，那些衣服你不会没偷都就全扔洗衣机了吧？啊，这个是我电话号码，你回国之后记得打给我，我可以带你逛逛什么。Thank you.
在我车旁边找什么？注意的话，可能会爆胎。所以你找了三年的女孩就在去夜，但是她好像不记得我了。我是记得，三年前你为了救她把我抛下了。快上车，有人要杀你。你一个人在这里警觉一点，我已经通知你们公司的人过来接你了。你要去哪？从你们公司派一辆车给我，我要去救一个人。所以你还是忘不了他喽？可是这三年都是我陪在你身边，是我看着你一步一步打拼到聚义法务总监这个位置上的。得了吧，我当时在律所做得好好的，是你求着我过来的。哎呀，你也知道我的经营公司呢一窍不通，再说了，帮兄弟不是应该的吗？而且你又没白来，至少还遇到了他，不像我女朋友都已经失联半年了。你会找到他的。行，等找到了，一定介绍你们两个认识。那，这回可别再弄丢了。文熙，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你了。小温，你回来了。今天刚刚返工。那好，你先忙。你也是记忆的？我刚来三个月。我请了半年长假，今天刚刚返工，所以我们应该不认识吧？三年前在国外，你都忘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因为出了一场车祸失去了一部分记忆，不过我确定三年前我没有出过国。世界上
真的会有两个这么相像的人。这个我不清楚。那你为什么看起来有点慌张？你靠得太紧。不好意思，法务部的徐志清，之后在工作上可能会麻烦到你。我以为我应该忘了你，因为那场车祸夺走了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光，我本可以和姐姐共度的时光。姐，我好想你啊。平安回来就好。知道我，姐，我到了，没有看到你拉风的新车哎。失联的概率很小，然后我在姐姐的 OA 系统里找到了一段很可疑的聊天记录。姐姐似乎查到了这个叫 V 的人的违法记录，她的手机里还有一个隐藏文件夹，里面应该是她最近调查到的线索，而这些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。我想只有在那里，我才能找到姐姐车祸的真相。我有个私人的问题，你感觉你的记忆恢复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和之前一样，只有一些模糊的片段，还是看不清。那我通过这次评估之后，可以继续回到G1上班吗？我会把你的情况反馈给人力那边。谢谢。所幸我们是双生子，而我大学又辅修了会计学，于是我做了一个计划，假扮姐姐的身份回到G1，并装作车祸导致失去了记忆。但这也意味着我必须要斩断属于温西的所有连接。徐哲清，你现在似乎换了一种很不错的活法，所以我们就在各自崭新的人生中分别前进。确定这个万好吃了？半年前他可是偷走了我们绝密的资源。伟伟检查了他的报告，也给他做了心理评估，他认为像赵某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个定时炸弹，万一他哪天想起来就把我们给爆了。不用担心，都在我掌控之中。温和。